Happy Chan， 生日快乐！我呢个录 video 嘅方法系咪好特别呢？因为咧我咧近排就好多功课，就好大个黑眼圈，就生咗好多粒粒，咁咧头发又好核突，唉，咁样就。唔係咁方便露個全相出嚟嘅，咁呢，祝你生日快樂。係冇 surprise 啊，識咗你，真係四五年都有咯。咁係咯，都冇真係面對面同你慶祝過。咁所以今次呢，就想特登錄呢個 video 同你祝賀啊。咁首先講下我同你啦。好老土嘅喎，咁就希望同你友谊永固。系啦，因为这几年你系去咗外国，咁好多时你唔喺香港啦，但每次你翻嚟啊，或者你发生咩事咧，你都会，即系你都会同我讲咯，你都会翻嚟，一定会揾我，咁所以我哋其实 keep 得好好嘅。咁系咯，咁所以即系。即日子有功，咁我知道你同我做朋友，你係交心嘅，咁我係 feel 到嘅，咁所以咧，我會好珍惜你依個好朋友噶。好，石啖你先。好，好肉麻。咁咧，同埋我知道好多時係我衰咯，即係我成日 promise 咗你嘅嘢，我做唔到，即係令到你失望。咁所以咧，今年咧我就希望，今年希望咧。我答應了你的事情，我就是真的可以做到出來的，即例如寄多些信給你啊，不要忽略你啊，找你多些啊，關心你多些啊，是的，我會做到這個今年，我會對你好一點。是的，那另外就希望你跟家人的關係好一點啦，和諧一點啦，你就大個女兒就生生性性，好好啊。同埋讀書方面，希望你可以有依個突破，就讀好啲，入到你中意嘅大學，咁就同埋揾到你將來嘅目標咯。咁就係咯，做你中意嘅嘢。咁好啦，咁你喺嗰邊自己 take care 啦。咁我就喺香港等你，再一次生日快樂。